这么大的优惠力度，就问你见过吗？居然从128万跌至现在40多万，这哪是在打折呀，简直就是清仓大甩卖，并且还搭载了 3.0T 双涡轮以及前桥后桥限滑差速器，无论是你出去自驾游还是户外越野，它都能够完胜奔驰大 G。 以下三款豪华中大型 SUV 现在拿出了最大诚意，此时不抄底更待何时呢？跟我一起来看看吧。第一款，凯迪拉克 XT6， 这款中大型 SUV 不仅颜值俱佳，动力方面也是非常的强劲，全系搭载了 2.0T 9AT 变速箱，最大马力237，最大扭矩350，0-100加速8.8秒，高速上面行驶更是稳如坦克，而且车内像主动降噪、多层隔音玻璃、8个 BOSS 音响更是都有搭载，能够让你无惧噪音，而且人人皆平等，座座皆豪华。车长达到了5米056，轴距2米863，推荐入手6座四驱风尚版，布局更加的合理，上下车也是比较方便，非常适合那些多口之家去入手。现在官方指导价392,700到554,200，狂降7万，裸车32万多就能够入手，性价比之王的称号真不是白来的。入手这款车，它不仅能够给到你强动力、大空间，而且车内的舒适程度、隔音性更是同级别一流的水准，现在入手非常的划算，对此你怎么看呢？第二款，宝马 X5， 这款车号称公路之王，其操控、动力那叫一个棒，官方指导价61.2万到78.9万，没有什么优惠，推荐入手它的 3.0T 版本，因为都花这个价格了，再去入手它的 2.0T， 开起来明显都不是一个感受，0-100加速能够达到6秒，马力能够达到333，扭矩450，高速上面行驶那更是一台优雅的性能猛兽。不过这款车过非铺装路段的时候表现不是很好，虽然有四驱系统的加持，但是车内的滤震感还是很让人心烦的。不过外观方面，双肾的中网，再加硕大的车身，以及5米060的车长，3米105的轴距，空间方面那是非常的宽敞。车内还标配360四种驾驶模式切换，在3英寸液晶仪表、12.3英寸大屏、哈曼卡顿音箱，可以说要空间有空间，要动力有动力，而且在销量方面更是碾压同级别的 Q7 和奔驰 GLE， 底盘还采用了前后独立悬架。那操控调教简直没得说，开着非常的爽，对此你会入手这款车吗？第三款，北京 B990， 这款车也是大有来头，因为它和奔驰大 G 是共线生产，外观方面车标一换，做下小改动，那真的是可以以假乱真。或许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迷之自信，让这款车定价居然高达128万多，前期入手的消费者我估计现在看见这款车都头疼，不过现在只需40多万就能够拿下，足足降了53万多。虽然它溢价能力高，但也不是一无是处，动力方面的表现还是很亮眼的，分为 3.0T 和 4.0T， 一个 V6 一个 V8， 别说你去户外越野了，就算你翻山下河那都是如履平地，而且底盘不仅有全时四驱，还有悬架高低调节、空气悬架、前桥后桥限滑差速器、可变转向比，就连牧马人在他面前都不敢大声说话。再结合5米171的车长、3米1的轴距，后排空间那更是一张行走的床，只不过就是溢价能力太高了，我估计现在的销量那还是非常的棒，毕竟硬性条件在那放着呢，对此你会入手吗？以上三款中大型 SUV 妥妥的暴跌王，你更看好哪一款呢？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是车圈大哥大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